我两种颜色对在一起来，是不是我们说的啊常色？有什么 orange 啊？不，我们就是说这个珠标，不要说啊常色，要不要说那个 orange 啊？珠标，记得啊。浅一点深的，这是中间的颜色。来，我来了。鲜花花，看见吗？好不好看呢？两个颜色，好像那个是有点光的样子啊，有点。来，这样。花瓣。向那边去摸下去，啊，第二个，看见吗？看见这里吗？我不用拉那个表去，啊，好了，两种颜色。调和起来的，花青，膏黄啊，变成那个绿色，变成绿色。那我那个另一支笔，鼻的肚子那个地方有很多黄的，鼻的这里鼻峰，这里叫鼻峰是什么？山峰呢？最高那个地方就是山峰呢。我点一些，花青。你想象，不就两种颜色吗？是两种颜色。你看，我这笔是这样子搞的。我笔锋那里这底下比较暗一点，好看吗？它的握下去的地方，这有点。深的颜色了，要干了。这最深颜色的地方，最就是最窝，最窝的地方就是那个脱那个地方。这个不是麦，是颜色。我咩？呢个唔系墨嚟嘅，系颜色嚟。黑红，你知道这里是那个驼了，个方向就这里去了，所以画那个。一点点有红，它一起你就看见那个颜色，那这个颜色呢就很硬啊，很硬那个托那里。很硬，那个枝条没有立体感嘛，对吧？立体感，没有立体感，我就擦一遍白颜色。
有一点，一点感。 很多颜色啦，有我刚才说的有啲，咁啊，咁就唔同噶啦，佢感觉上就唔同噶啦。咁啊，硬会多噶啦。你嗰个色有冇混咗啲墨落去？有噶，啊墨噶，同头先嘅姐写落去啊。姐写嘅颜色在一起。 那咁你这样子你看过去，不是硬了一点吗？来，我们继续啊。 等于会再写。你呢？ 喺边度咧？喺呢度未嘅地方嗱，咁呢条咧，当佢过嚟咯喎，当佢过嚟咧，我哋会喺呢度。佢系先发后现嘅。 少少出嚟，就未可以讲嘛，未成。如果佢成形嘅叶系点嘅样？诶，啊，好啊，我画到呢度先啊，我画咗佢嗰个，嗱，我画咗佢心先啊，佢成叶咧，画上去我就看出啊，这个是叶子，可是有花的时候就没有叶的，就是啊，先开花。 先开花后长叶，叶，那个小的是叶芽，叶芽是时候就这样子。我哋咁样表达佢啦，佢差唔多系三番，即系有啲枫叶嗰咁上下样。三，如果成物啲叶就咁啦，咁我而家仲画啲叶脉俾佢嘅。叶皮。 是，我可不可以蘸点你的颜色？我画花，我想画一朵花，请你看看我这个下笔下的怎么样？这个是老的叶，不是这叶，这个花茎嘛叶。如果是嫩叶了，就加一点红跟黄。红，橙黄。橙黄。这个是。咁你介意咪睇到咯？你唔画，但系因为我唔系画。 你来，你记住了，记住了，选择那个地方，就淡点颜色了。不要太尖，不要太尖。好，你看看这个几朵花蕾。我改一改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对，我就是说，来压下去。对，啊哈。这个对了，这个是这样子的。对对啊，就是弯过去。来，这块不要让它太尖。来，这里来。 看了吗？我这里是错的。你这个，你看我的手啊。看见了。你有的是这样子，有的这样子，有的这样子。那个笔不能够这样写，不能写字，啊，也太尖了。
你这手可以写，不是这样子也可以啊。啊，把这样从这来压下去，自然好多了，不用这个。来，好了，下面你待一会儿你弄这个了，我告诉你这个了。 拿起来。嗯哼。怎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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